係啦，咁嗱，其實你話如果以琴晚3175呢個事件裏面去睇咧，我自己會覺得佢哋係為咗個 product 嘅生存嘅機會係多啲嘅。係。係啦，即係零一下褪完咗㗎啦。嗯。嗱，咁但係兩睇，如果你原本揸緊嘅，你梗係唔滿意啦。嗯。但係未揸嘅朋友咧，你又反而係可能有另一個角度話，我連最比較原本大家好驚嘅危機都拎開咗啦，撇除咗啦，咁呢一樣嘢係其實可能係好處嚟㗎。咁係啦，咁另外啦，即係例如好似琴日 USO 嗰樣嘢啦，係嗱，我知道都多人留意嘅，係啦。頭先遠超話佢老闆都輸錢啦 ，USO 係啦，即係唔同時間去做唔同嘅動作就有唔同效果啦。咁但係嗱 ，USO 其實咧。點解佢要咁做啊？我不如講下我自己嘅諗法啦。我覺得比較多人講三一七五，但係 USO 嘅事件咧，係因為上個禮拜大家見到，即係可能好似 USO 啊、三一七五呢啲一早已經換走曬啲期貨，即係諗住換咗六月安全咧，係上個禮拜開始先撲入去嘅。咁但係撲入去嘅情況就發生到咧，即係太多人買咧，突然間我哋有講個 premium 啊，曾經咪講過會有個 premium， 其實好誇張，即係明明應該係得3蚊，佢突然間可以俾人抽到4蚊咁樣嘅。咁嗱，即係呢個誇張啲嘅講法啦嚇。咁但係如果以琴日嘅收市價咧，其實我啱啱上網睇翻佢自己網站 official NAV 係得2蚊鬆啲嘅啫，2.08左右嘅。係係啦，咁但係隻 USO 個琴晚個收市價係講2.81嘅。哦，哇！哇，其實好闊。OK， 嗱，咁呢一個情況就令到點解佢琴晚要突然間話，我要停一停牌，向 SEC 申請話要做翻啲 creation 啊嗰啲嘢，就係因為如果唔係佢做唔翻個平衡啊，咁變咗大家買個價格係你只會越買落去，你會越覺得唔 fair 咯。係咯，但係其實即係抹價咁好似係啦，但係其實個問題係之前成日都講買 ETF 有嘅其中一個好處，其實你可以參考個 NAV 嘅。係係啦，其實嗰隻嘢嘅網頁一定會有啦。係啊，嗰網頁會有嘅，就算你3175，你成日話唔知道究竟而家自己買緊貴咗定平咗。Samsung 個網站有嘅，係啦，有個 NAV 嘅，係啦。咁呢一啲我覺得係大家要知道嘅嘢啦。咁同埋最近我覺得可能好多人傷嘅就係唔知點解會拎咗期油嘅 ETF 當係股票咁練。係啊，因為就咁打個曲落去就買到嘛。係啦，咁但係個問題係我會有個諗法就係、其實平時自己即係當大家可能炒輪炒油都會知道嚴守指示嘅重要㗎啦。咁你就算股票嘅，你自己有啲人可能會用一個技術分析去睇嘅，破底咪打咯。因為最多人傷係21蚊第三次搏三底嗰下最傷啊。係啦，我聽翻嚟都應該係。即係19個龍水再上29，即係再落去嗰下。係啦，嗰下諗住大家搏三底。哦。嗰下係最多人衝入去嘅。係。咁但係其實你禮拜一。即係4.幾買3175嗰啲咯。係啦，但係其實禮拜一係可以打咗先嘅。係。係啦，係啦，即係成日都講期貨係最懲罰性大嘅。係。係啦，對自己最誠唔誠實嘅一個結果都喺期貨市場會見到嘅。係。係啦，咁但係嗱咁樣講啦，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嘅呢段時間。或者可以當做個參考，唔好成日淨係諗住曾經揸過嘅3175，因為永遠都係向前望嘅。但係如果大家諗翻起咧，先幾集其實我哋喺度有講過，我話油價唔值得搏，但係油價如果喺呢個 range 嘅時候，油股已經好值得搏。個問題就係個估值啦，即係咁啱呢張 slide 其實開咗一陣，咁講一講就係喺過去呢一個月，大家你會睇到。Andy， 不如等一陣先，我想問而家係咪聽到啊 Andy 講嘢？因為一開頭。好像不係好聽到，因為咧今天我一定會剪翻你整個講有嗰個出嚟，可能一陣要補翻幾句，我都不知道，因為我哋可能冇 expect， 係小編可能冇推麥嘅，係啊，咁而家係咪聽到啊？我想問，如果唔係我中止一下先，因為太緊張啦，即係其實而家個情緒開始係去到咧。大家是超級去緊張呢件事，同埋本身買落去嘅時候唔知道，其實最慘就係，所以我哋成日重申點解有呢個節目，就係希望大家買嗰個產品知道個產品做咩。所以其實原本我都唔知3097係買12月嘅嘢，但我哋呢度好早知啦，咁所以3097個波動性係冇3175咁大咯，同埋即係 roll over 都唔會咁樣 roll 法嘅，係啊。所以你琴日你頭先講譬如 USO 嗰啲去 SEC 即係美國證監嗰邊咧去申請咧，其實我哋你估下香港會唔會？監管梗係會啦，雖然我哋係一倍，
但肯定都會有一些嘅監管。好，咁收到的話咧，我哋繼續去啦。Okay, 即係睇呢幅圖會睇到啲乜嘢？嗱，喺呢幅圖你會睇到咧，即係其實喺唔同時間，你明明係睇大家都係諗住博油價見底嘅，即係我相信大家嗰下諗係咪啦？廿蚊咁樣係嘛？咁我已經專登改翻少少，用六月期油，等大家睇到個效果啦。其實由三月中見底嗰下咧，大家即係當然。轉身快的中間吃過一陣炒期油的，但是之後的期油就是這樣插下去了，但是大家你看看條綠色和橙色線，即是說的883就是綠色線，或者美國那隻能源股的 ETF XLE, XLE 其實是同期是大升的、啊、OK 我稍後會解釋為什麼 SPDR 原來還有出油的，有好多 SPDR 佢哋喺美國嗰邊就好多唔同嘅板塊嘅 ETF， 係啦，嗱呢一個時候咧，其實最近我收到好多消息，係好多人唔知道自己買緊係油股定係買緊期油嘅。係，我可以講咧，有啲就算喺金融業裏面做緊嘅，可能有時都會亂咗啊。會嘅，會嘅，唔出奇，因為想搏啊嘛，可能就搏咗先，就冇諗到究竟買咗乜咁樣。係啦，即係我哋呢啲係就算由 intern。嚟到我自己，但都係話佢哋要識得由 product 啲啲先嘅，係調啲，係啦，一定要識得去了解個產品，開始咗先。咁但係我喺度講咧，就係話點解呢段時間我會覺得，縱使如果大家仲係想博油價見底，我會寧願去博，繼續我寧願博油股嘅。嗱，講相對就係高風險嘅，我哋自己就買咗油股。佢哋好想 put 883喎，但係但係我舉個例啦，嗱883未必咁吸引，我拎 XLE 呢個例子去俾大家。XLE 好啊，嗱。首先第一件事我們會見到呢資金流，你看其實由二月尾開始呢，即 XLE 是不斷抽上去的、嗯、即條綠色線是不斷上，錢是不斷去撈底。幅圖不夠遠，幅圖呢其實我昨晚看了的了，是過去這三四年裡面呢第一次重新這麼多錢流入能源股板塊的，如果用 XLE 做參考的話，是這一件事是一個很 tricky 的位置來的。是另外一件事呢其實就發生了，為什麼之前我說、油股在那段時間吸引呢，其實最 extreme 那一下的 PB 市漲率、是只有 0.2 的，所以其實現在大概 0.8 左右都還是便宜的。所以我想講的一件事就是說，如果反正大家湧那班是想博油價見底，不如博油股的，起碼資金流走，估值上面還可以，因為如果個油價真的企穩升的時候可以彈上去。但記住一件事，這段時間你要是撈底，你要即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油股你起碼都還有些殘渣的嘛，你的 equipment 值錢的 OK， 你只要你 cash flow 冇事，你唔會點執嘅。同埋 XLE 最大嗰兩隻就係雪佛龍同埋ExxonMobil， 係啦。咁變咗喺呢一個時候最大話事權嘅公司嚟㗎啦。嗱，琴日有啲新聞講緊話，可能100間企業執啦。咁但係其實調翻轉，應該我哋係預期大公司會趁呢個時候去買平貨執細公司咯。哦，係啊，係啊，咁係啊 ，XLE 裡面呢兩隻佔咗四成幾㗎啦。咁所以我自己就唔係太擔心嘅喺呢個效果裡面。XLE 係啦，咁但係嗱我覺得我都知道最近仲有啲問題，即係話究竟你頭先有不斷提，究竟話啲 ETF 即係期貨 ETF 會唔會變零？或者會不會變 negative 添啦？跌啲數就知啦，即係退市我哋又識啦。係啦，我淨可以講，如果根據翻佢哋自己應有的文件，咁例如好似3175，其實佢可以跌到某一個數，可能個 AUM 係幾千萬咧，其實佢哋已經係會進入 delist 嘅程序嘅。可以話，因為我聽到話阿孫文雲同我講話，其實可以落閘破產都得噶嘛。係，佢講到最盡啦。其實可唔可以話破產？我唔可以咁講啦。就係啦，即係其實等於 delist 啫嘛，等於你之前嗰啲 UWT 係啦，發覺唔對路，我話俾你聽，我退啦。咁同一個情況嚟㗎，只不過今次發生咗喺香港係啦。但係其實之前過去一兩年喺美國已經好多呢啲經驗俾大家參考係啦。咁但係總言之，佢應有嘅程序係可以發生到咁咯。我淨係可以咁樣答啦。係啦，即係大家都 bear 個對風險咯。係啦，咁但係我自己咁睇啦，即係如果大家係真係覺得期油呢個工具係，如果大家覺得 ETF 係險，我不如分享一個最近都有朋友之前喺度話直情自己走入期貨市場去炒油嘅，係啦，佢當時就好唔開心嘅，因為咧突然間個波幅一大咗咧，直接走入期貨市場，你個保證金有機會突然間俾人調高，係啦，佢無啦啦即係其實個油價冇乜點錯底下，因為保證金突然間唔夠，保唔切就即刻俾人斬咗，係啦，嗰下唔開心嘅。而家睇翻好開心嘅，
因為斬咗啦，已經冇再嚟過。係啦，咁但係其實你當通常你保證金一唔夠，咁俾人 cut， 即係證明你都無啦啦損傷一橛嘅。係啊，係啦，即係我話呢個就係取蛇狼。哦，係啊，咁我只可以講話而家就向前望啦，係啦，即係正如向前望嘅時候，就係睇究竟油價今次咁懟落嚟，會唔會令到個股市終於肯做，即係上個禮拜都有講話有機會回啦。係，而家係咪真係做股市嘅第二隻腳？係。如果睇翻恆指上次畫條下降軌啦，即係綠色線呢條咧，就啱啱上個禮拜仲要掂一掂添。係。係啦，咁而家就有機會似係回翻落去啲黃金比率之前提到啲上升裂口啦。嗯。即係大概23,200啊嗰啲咁樣嘅水平咯。哦。係啦，終於似發生緊嘅。係。咁但係好消息，我暫時未咁悲，就係啲新經濟股咧。新經濟股，昨晚即係回得好犀利，但係 Netflix 就第一季成15,000個用戶多咗，啦，但係其實 Netflix 個業績我唔知道市場今晚會唔會係睇佢個 forecast， 因為佢個 forecast 係好明顯見到 Q2 係有個幾明顯嘅滑落嘅，因為大家會覺得宅經濟或者大家之前要 subscribe 都突然間 subscribe 曬啦，而家盤後就升 0.2%， 係啦，咁但係因為佢個 forecast 係比起 Q1 少咗一半嘅，咁但係同埋一個問題，大家要如果有 subscribe Netflix 嘅人，應該會知道就係、是、當你 subscribe 完咧，佢嗰陣時最引人入勝嘅一個位置就係你唔需要同佢長期有個關係，你中意隨時停都得。係。係啦，咁究竟會唔會突然間 work from home 少咗就即刻哦啲人即刻停咧？係啦，咁呢個係佢嘅風險嚟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啦，泰加經都睇完啦，可能已經。我 Billions 都終於煲曬啦，而家轉緊睇第二啲。我而家轉睇Dirty Money 啊。啊 ，Dirty Money 好睇，好多嘢學到嘅，好多嘢學到嘅。個幾鐘一集啊。係啊，咁啊，講開 Dirty Money， 你甚至你就會開始明白之前中概股俾人插啊，係啊，而家慢慢煲緊啊，睇可以 search 嚟睇下。係啊，你就會發覺原來中概股雖然成為攻擊對象，但係原本混水嗰班人走出嚟，唔係想搞中概股嘅。係，好變態，我哋花旗都係睇呢啲。呢啲學啊嘛。好有興趣啊，因為真係。嗱即係嚟股市啊，即係呢下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咁驚。科技股雖然昨晚插很多，但是調翻轉啱啱守到之前提住大家的上升裂口啦，兼且其實呢一個浪係即係由個低位拉上嚟，啱啱有條上升通道，昨晚就係試咗個通道底嘅，係啦，咁睇下今晚再點樣發展。但係我有昨晚有少少嘅諗法就係、是、科技股啲人，我唔知係咪啲人因為商品市場驚，咁你金都跌啦，琴日咁跟住就科技股不嬲都咁硬淨啊嘛，咁就不如寧願將啲錢都 draw 咗先，因為始終市場有個資金需要，因為有啲人又話係入補倉啦，或者加孖展啦，我見到咁就一係就轉去美金，一係咧就轉落啲債度，琴日見到債息都回得比較犀利嘅，其實都咁、會唔會其實就係因為咁樣去衍生到科技股？咁樣跌又唔係基本面，只不過係大家人心虛怯。係啦，有少少似三月份嗰陣時候，即係突然間有啲嘢要補倉，你就喺求其其他地方有啲錢攞出嚟補咯。係啦，又係美金嘅嘢。嗱，同埋我哋講個Tesla 咧，係好大嘅一個指標，琴日都無啦啦跌得凍，跌翻落690，好似終於補一補個裂口啦。咁會唔會再跌咧？你覺得？我自己之前就已經覺得係慢慢走弱緊啦。啱啱好你咁講咧，其實啱上個禮拜四月，即上個禮拜三我哋做節目前嗰一晚，我咪話 Tesla 係已經開始自己會掹針嘅下晝。咁其實今日咧，雖然佢後屘升咗幾日啦，但係今日要琴晚嘅收市價已經跌穿咗上個禮拜三個位。咁我自己覺得，佢有機會要回翻落去大概600蚊附近嘅。OK， 而家686。嗯哼。係啊，喂，我補充翻頭先，因為 Andy 個支麥細聲咧，即係頭嗰60秒咧，咁啊小編好犀利啊，即刻打咗個文字版俾我，咁佢就話其實頭嗰60秒 Andy 講咩咧，就話市場不斷咧諗需唔需要轉倉，即係公唔公平啦嚇。咁Andy 就認為最重要咧就係企邊個角度諗啦，即係產品嘅發行商角度定係投資者身上。其實咁啱我冇買咧，我其實有少少企咗喺嗰個產品發行商嗰邊去諗呢件事嘅。因為一嚟佢始終會俾人監管，係啦；二嚟就係我諗佢都唔想隻嘢係冇咗咯，直情，因為市場上冇乜選擇啊嘛。咁我都係嗰句呼籲嗰啲發行商上嚟傾下咯，請咗你啊，你唔嚟我冇計啦，係咪先？嗱，我哋休息一陣先嚇，轉頭翻嚟咧會繼續 Tasty ETF 嘅。
Tasty ETF 繼續同 Andy 傾啦。其實我哋琴日傾一樣嘢就係、是、即係除咗3175呢個比較轟動啲，因為香港嘛。嗱、嗯，琴日有一隻oil 啦，即係 ETN 啦 ，OIL 咧就全球第三大嘅 ETN 咧就已經講咗話 delist 㗎啦咁樣。咁我今朝都擺咗出嚟沙爹牛啦，咪 blockies 嘅咁樣。咁跟住我哋就開始講 USO。咁 USO 就琴日咧就唔增發啦，係、啦。咁其實都有一個嘅啟示性喺入邊嘅，我俾 Andy 講。其實我哋自己個諗法啦，即係USO 啊，或者其實縱使其實諗一諗翻，就係3175都有機會面對緊同一個問題，就係、是流動性問題。呢樣嘢喺散户市場比較少接觸㗎。咁、但係如果係真係做 portfolio manager 啊、基金 manager 嘅情況底下咧，係非常之去睇住嗰個現金流個流動性嘅影響㗎。即係個影響唔係淨係影響緊你呢一刻買乜嘢賣乜嘢，而係就講成隻基金會唔會因為突然間俾個流動性一俾人一 call 嗰下咧，你要即刻揾嘢去 sell。係啦，咁呢一個嘅情況咧，我自己會咁睇嘅。可能大家會仲係覺得冇乜關係啦，因為就算我以前從啲分析，即係自己帶啲分析員嘅時候，都用咗好一段時間，佢哋先開始肯接受流點樣控制個流動性風險。咁但係我咁樣講啦，流動性風險上面咧，其實如果佢哋不斷俾人去買入嚟咧、，OK 買入嚟，大家嗰樣冇問題啊，係咁買嘢啫嘛。但係要諗嘅就係而家開始其實由個嗰、那個期油。那個市場的流動性是很明顯是比以前差了、它不斷如果有錢入、它就要去買嘛、但是當它每次它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它 roll 的時候哇被人 time 住你 roll 的、它可能那個就被人擠低擠低即月咁仲要你原本可能我當啦嚇，我當原本個 spread 你明明佢預咗得個兩格嘅啫，呢段時間流動性唔高，變咗成五六格，我要係咁輸啊，係咁輸，係啦，咁你變咗你啲無論後邊原本已經持有嘅人，你咪割，你雖然話搏緊個可能 contango 啊嗰啲嘢，但係你每次 roll 上去個 spread， 你個成本不斷高咗，你我當你每個月啦，唔好咁多，每次打九折。你 roll 三個月，係啊，你複式效應㗎嘛？係啦、啊，咁、你就已經好大鑊啦。咁呢一個係講緊話喺個 roll over 嘅情況個底下，但係最大嘅問題係，如果喺呢一刻我仍然仲係接受好大量嘅錢入嚟，突然間有一班嗰班人突然間好理性，話：哎，我終於嚴守止蝕啦！一走，我點樣即刻喺個期貨市場即刻？對，係啦，換翻曬啲錢出嚟咧，呢、這個係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基金管理嘅角度而形成咯。明白。係啦，咁所以我自己會睇就係話USO 呢一下佢唔再做個 creation 嘅，即係唔俾你再有咁多 creation 嘅，咁啲人唔會不斷俾 premium 咁去買噶嘛，唔會係咁用兩個百幾去買兩蚊嘅嘢噶嘛。係啦，咁佢淨係去開始淨係管理翻，如果出現 redemption 嘅個情況咯。因為昨日係雷神，我哋即係五點鐘個特別節目咧，約埋孫柏文啊、毅力啊、雷神就係話就係玩呢個 contango 咯，就係話買可能遠少少嘅去食嗰個 spread 啊，即係類似咁樣咧。其實 USO 呢一個除咗頭先 Andy 講個流動性問題，就係杜絕呢一啲投機者。係啊，即係雷神諗到嗰啲即係聰明嘢咧，就即刻佢同你終止咗佢。係嗱，即係當然其實這個我成日話 contango 呢樣嘢係直播率有時高嘅，我只不過覺得呢一刻唔夠高啫。係啦，因為太亂啦，成件事你好明顯係睇個疫情發展啊，仲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會唔會又再出現短期嘅美元荒呢個情況。咁同埋即係始終啦，下一月嘅期貨通常係即係會有個高水嘅。呢個係因為你有個時間嘅成本啦，你有 storage 嘅成本啦，咁變咗究竟而家係咪咁直播咧？我自己所以點解頭先頭半節我解釋咗，我如果我係博油嘅見底，我寧願博油股噶。佢話咧，再有嗰個桶而家係$30一個。係啦，嗱呢一個咧就係點解我會諗嗰晚即係星期一晚點解會曾經會去到負數負$30咧？$41咯。係啦，即係嗰下嗰個價位啊，俾我嘅感覺就係話。喂，我真係唔想接啦，你接咗我啲嘢啦，我俾埋錢你去買個桶，你自己解決啦。係，所以頭先阿遠姐就富欣原來得灣仔咁大啫，咁我話富欣爆咗請得灣仔咁大，咁你即係爆有幾出奇啫？但係問題就係今朝即係琴晚阿特朗普都係話，即係要扶持翻啲能源企業咧，其實我覺得係唔好嘅。
扶持不到多少的。是啊，你扶持，同埋佢又話增加嗰個儲備7500万桶，其實7500万好少啫。嗯，今晚亦都有庫存啊。所以其實咧，其實琴日點解個市場開始有少少恐慌咧？其實開始有個演繹嘅，咁啱咧金仔呢件事啦，好睇好睇，你繼續講。係啊，即係佢咁樣突然間即係嗱，我唔知佢自己扮匿put完嘢，自己匿埋定點啦。係啦，咁如果真係發生，尋日市場講可能真係身體有事。咁究竟南北韓會唔會好似以前東西德咁好容易合併咧？咁當然係最理想嘅個效果可能，但係始終有個政治個籌碼喺度。如果想突然間啲油消耗得最快嘅方式，打仗係啦。咁呢一個可能係突然間一個解決嘅情況嚟嘅。係啦，咁所以其實琴日係有人即係甚至我哋自己有啲大嘅 investor 直情話：喂點樣可以再買多啲實金嘅？係啦，真係有啲咁樣嘅情況，因為啲人已經開始諗緊會唔會係做緊呢樣嘢。如果美國真係要解決佢哋個油嘅存貨，一定呢個係最好嘅其中一個方法。其實老一輩係有諗打仗。係啊係啊，同埋其實就算你講真嗱，我唔打，唔係實戰，我哋凍結資產或者追究翻疫情嗰單嘢，即係或者告你嗱。今日又話美國有個州就話想告中國啦，唔知啦嚇。即係其實你之前你見佢哋口珠不伐嘅時候，淨係講口述咧，都大家都拗到面紅耳綠噶啦。每日都有回應嘅外交部，但如果真係可能係冇經濟封鎖啦，嗱5G咧而家即係英國就話繼續用華為嘅，咁就好明顯又企咗去中國嗰邊。其實本身美國係咁拉住即係英國，諗住一齊揾啲聯盟，但係中國又不停咁輸啲嘢去西班牙啊、意大利，就又係諗住拉歐洲嘅聯盟。其實我哋而家冇諗住講呢啲嘢，但係亦都有人咁樣講嘅。所以你自己覺得嗱，琴日其實傳咗北韓啊金仔即係心臟唔舒服嘅時間咧，南韓股市係即刻跌咗3%，係啦。即係但係而家係冇人再講啊。即係特朗普就係話祝金仔一切安好啫。咁就冇再講呢啲，因為 Donald Trump 要競選嘅時候咧，佢其實係要高油價。係嗱，高油價點諗？係啦。但如果大家記得咧，曾經我哋有分享過過去一啲即係講緊總統大選嘅時候咧，Republicans 呢邊咧，佢哋通常揾乜嘢籌？佢零零細細，佢哋比起民主嗰邊有個打仗咯，佢哋最中意或者應該咁講嘅，佢哋個通常個字眼唔會講打仗嘅，即係自己國家嘅保護。咁佢嗱，琴日 Donald Trump 即刻唔俾啲移民嚟啦，已經係啦，呢個係過去咁多次共和黨，我哋發覺佢每次如果想連任。都是用呢些籌碼，而呢一個籌碼是2008年之後最有效的，係啦。咁同埋我即係呢個雖然係好細嘅機會啦，我哋成日都話唔好嘥太多精神同時間去估會唔會有黑天鵝，或者去搏會唔會有黑天鵝，因為黑天鵝又估唔到，係啦係啦，同埋個成本好高嘅，你要對沖呢件事，係啊，咁變咗即係拉遠咗啦，係啦。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啦，我自己會覺得你只會更加越嚟嘅分化個表現。即係話舊經濟股你又會劈開，甚至我哋之前話諗住博新興市場啲債，會有機會可以因為個 yield spread 啊，即係總之吸引啦。咁但係我哋自己會突然間覺得油價跌咁多，我哋原本咪有個三角演義，即係講緊話俄羅斯同沙特去搞美國。其實今次用油價，你會睇到個應該呢個故事係成立㗎，因為你見到係布蘭特係冇乜唔算太傷。但是美國自己很傷，所以我覺得之前我們這個故事的演繹是越來越像，但最重要是我想說的就是如果當有這樣的分化，我最怕是可能有些金融業、新興市場的國家的債、會中招的。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本來想說多少油企，即是拿了油企債的東西會爆煲、其實現在即美國只有一間爆了啦，即申請破產保護啦。其實我想講 Cuff Kitchen， Cuff Kitchen 就是沒有那些花花東西啦。但是其實我昨天有即問下 Andy 有沒有找到一些是拿了這些東西，是啦，即有隨時，因為今天是這樣大家在賭國泰、會不會死啊國泰、即是這樣的，那有沒有可以釋場下，即釋除這個市場的疑慮？是我用金融的個企業去看啦，即係我昨晚都真係數一數 Bloomberg 啦，即係究竟數緊如果以油相關嘅所有債務，即係可能係債啊唔同嘅一啲securities 嘅工具啦，咁總體嚟講咧，其實真係唔算太多嘅。即如果你佔成個債務市場，佢哋即大概同上次講法差唔多，都係維持住低單位數嘅。哦
佔總個企業債。咁但係個問題係你要嗱，我唔知道有時細分到有時市場係中意話，我淨係呢一刻想睇 high yield 定乜。咁但我淨係講 in general 所有債係咁樣講。咁但係如果以成個 energy 嘅相關嘅債務裡面，個佔比啦 ，OK， 金融體係比較大嗰幾間咧，我見唔。最少啦，頭五間我見唔到 HSBC 嘅。啊，冇匯豐。係啦，係啦，咁我見到咧，反而係有啲可能因為自己有基金持倉啊嗰啲嘢，咁我見到例如有啲 Allianz 個名啊，呢啲會出咗嚟啊 ，Vanguard 啦，咁呢啲可嗱，我自己估佢可能因為自己後邊係有好多ETF 或者一啲基金，佢哋本應就已經係要買好多呢啲嘢，同埋頭先嗰啲大名佢可能係幫緊一啲 pension 去管嘅。咁可能其實 pension 就已經係要買緊一啲相關嘅 energy 嘅債，咁所以頭先你條問題就係、是、真係講真，琴晚一晚半晚真係做唔曬嘅，即係因為要做好夜先揾佢，係因為要做到 high yield， 要求好高、啊，佢嗰個係要做到 high yield 裡面去再睇咯，係啦，咁頭先我講嗰啲係一啲包括埋相對優質嘅能源企業嘅，係啦，咁所以就我覺得暫時未去到咁驚嘅。咁但亦都有講話咧，譬如琴日 XOM 即跌咗落嚟，其實個市值亦都跌咗好多。而家係講緊啲美國油企，嗱，我覺得即係 ExxonMobil 一定會打俾特朗普噶啦，即係喂你搞翻我個油價先啦，你唔好搞其他嘢住。依啲會唔會啲油企嗱細嗰啲又唔理啦，即係覺得市場自由經濟就睇下有強，我咪由佢咯，係咪先冇辦法？即係 Donald Trump 都救唔到咁多，咪 ExxonMobil 啊、Chevron 嗰啲會唔會有影響？我覺得一定要救嘅一定夠大。咁同埋係啦，同埋調翻轉咁講，佢哋呢一下嗱，我自己見就算係彈完咁多，像頭先講話個 PB 都係大概一左右啫，係啦，咁再加埋始終股票，如果大家諗翻幾年前啦，其實 Shell 佢都係趁突然間油價跌嗰下即刻去買 BP， 即係同阿媽買一齊合併啦，係啦，咁係啦，咁但係即呢一個係令到你買緊個一間企業同你講緊期油嘅唔同之處就係、是。一間企業收購完，你就係睇佢成件事個 ROI 做得好唔好，跟住究竟係咪帶到現金流翻嚟？如果做到呢一個效果咧，佢有翻曬㗎。係啦，係啦，即唔一定係一定要跟住個油價咯。係，咁有資產㗎嘛，一間企業嘅話。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就呢一刻一定買大唔買細啦。係啊，嗱個油喺我哋傾偈嘅時間其實都縮翻好多，頭先升成十幾個 percent， 而家先升得個5%，去翻12.2%啦。其實今日Andy 又預備咗有 ETF， 我諗可能要留翻下一次。次不過有一個問題，頭先阿 J Chan 問你，佢話之前其實係講 FENY 喎，佢話今次就講 XLE， 咁其實邊一隻好啲？FENY 就係只Fidelity 嗰只啦，即係 MSCI 嘅能源指數。MSCI 嘅能源指數就係國際油價國際油企。係啦，咁變咗你頭先我頭先講嗰兩隻咧，就會係比較係啲個比重低啲啦，得翻大概30%左右嘅啫。咁但係就多咗好多其他可能係Shell 啊嗰啲啦，甚至可能有機會有883啦嚇。咁但係調翻轉 XLE 就齋買美國嗰邊嘅。咁但係其實我點解我哋自己個倉點解係寧願揀只 XLE 咧？因為我就係博。既然大家都係博緊WTI 有機會見底，係咪？咁仲變咗我哋嗰陣時係諗呢樣嘢啦。咁當然而家特朗普琴晚講完嗰句，再加埋頭先你問嗰條問題，我覺得個直播率係再高咗嘅，即係成件事夠啲大企。係咯，好啊！我哋今日都講得好清楚，希望喺多方面嘅角度啦，即係同大家去分析而家即係有市民。頭先 Andy 都即係劈頭都話，即係 even 喺金融市場好耐嘅朋友仔都未必會識嘅。其實即係我哋都係慢慢去學習，而家原來遇到呢啲問題，即係點樣逐一擊破啊！即係咁樣。咁係啦，今日多謝 Andy 啦。嗱，晏晝繼續有雷神同大家講有啦嚇，咁仲有就艾力瑞啦嚇，都會俾翻啲策略大家。咁我哋休息啦嚇，咁啊聽日同一時間。繼續再見，唔該曬 Andy 啦，好，拜拜。